好，我们看到最新民调，台湾民意基金会呢公布了最新的这总统赖清德支持度的民调，止跌回升了。现在我们看到来到是 49.9， 也就是再度的攀上近五成的支持度。那其实过去一个月呢，大家是赞同他一些处理的方式的部分，那现在其实也是算一算呢，赞成他处理国家大事方式仍增加了6.2%，也就是说民意支持度的整体规模是增强的，那支持度强度呢是稍微减弱一些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赖清德在这个20到24岁赞成度、赞同度是有狂飙的，有飙到一个63.1%，这比上个月呢还高出26.7%。